500啊，就是1500万啊，人赃并获。现在就是在演台湾的文化大革命，我没有罪啊，可是大家都说你有罪。台湾的司法长这个样子，让全世界看看，收钱办事的狗嘴，世界怎么赢得过台湾？人家卡扎公看到一个影，生一个囝，柯文哲啊，一定是拿了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？1500这什么？这是暗号，什么暗号呢？1500万抓到了吗？1500啊，就是1500万啊，人赃并获。人家说以前我们有文化大革命，中国最悲惨的，多少人被斗死？红卫兵啊，大家不要太有罪。以前啊，他当了什么官啊？到家里多少钱啊？没有错，有钱有罪，打石头敲啊！现在就是在演台湾的文化大革命，你有没有罪？我没有罪啊，可是大家都说你有罪，连中共办案，我相信都不敢这样子办。连中国，我们常批评的中国这种，你们常说人家没人权，我也不信中国办案是看到个数字，就直接把你兜成1500万。台湾的司法是长这个样子，让全世界看看，收钱办事的狗嘴。不知道这一次各电视台拿了多少钱，你们这些名嘴拿了多少钱，先压了，压了还继续修理他，因为会知道嘛，民众党想要翻盘嘛，我们要继续把台湾人民的脑继续洗，我们每一天都挤一点出来，反正媒体我在控制的， NCC 睡着了，台北地检他只会说啊，这不是我们放的，但是那么多人会看到台北地检的声明吗？不会。最多人看到什么新闻标题？最多人看到什么这些名嘴在电视上面指责他有罪？世界怎么赢得过台湾？